Hello， 美女。啊，你别紧张啊，我就是刚才包丢了，然后连带着手机也一起没了，就是想问一下能不能借你手机，然后我给我妈打个电话，啊，让她来接我一下。啊，你放心，我就在这儿打，不走远，行吗？行吧。妈，啊，啊啊，我是她男朋友，啊，刚才一起没多久。啊，行行行，你想让他接电话？喂，阿姨你好。啊，妈，你听我解释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不是。喂。那个说什么了？你说什么了？你怎么把电话打到我妈那儿去了？啊，那可能是我忘了吧，要不你再打回去解释一下。啊，那还是谢谢你啊，那我就先走了。走了，我带手机我妈